拯救保护海底小分队长，可能是一群小萤火虫鱿鱼，他们在黑暗中会发光，那我们关上灯来看个究竟吧。立即执行，队长。我还是看不清他们到底是什么。他们好像没在移动。那我们再开近些，再近些。我的老天哪！大猩猩，马上掉头离开。我再掉头，队长，我们好像被什么给抓住了。启动守住模式，快！必须甩掉它。天哪！我的老天爷呀！我的小乖乖情况不妙，我们被卡住了。大西西，开灯，看看到底是什么。遵命，队长。这东西眼睛好大。我眼睛周围的这些小灯光骗到你们了吧？你们没想到这些灯光背后是庞大无敌的我吧？我们无意冒犯你，请立刻把我们放开。开玩笑，我抓到的就归我，你们这些怪模怪样的小乌贼。西灵通，你知道是什么抓住我们了吗？知道，是新巨枪乌贼。他好像我的表情，大王乌贼，只不过更大。这是海洋中最大的乌贼，希望他不要一直咬我们。那就不咬了。还挺好说话。开始起。